所以你到底找我干嘛嘛？我知道，我本来不想靠你这些迟钝的人。我每当让你吓坏了吗？同仁的执念长出来的麻烦。你又是怎样？我是说打打身体吗？你是哪一只啊？喂，圣德派出所，你好。喂，我要报案。请描述一下您的状况。我就是磨个墨，血迹笔字，然后那些麻烦就。有一个脑袋空空的丧尸，所以你到底找我干嘛嘛？我知道，另一个是听不懂人话的人行道流氓。我本来不想靠你这些迟钝的人，还有一个很自恋的古装女人。假扮你了。我每当让你吓坏了吗？清朝的事已经过了追溯期。喂，扯什么追溯期？还有一堆奇形怪状、从人的执念长出来的麻烦。你们是怎样？我是说打打身体吗？你是哪一只啊？你看看你们，无用故障了吧？